本分队员紧急于10月8日14时许，在康宁联丰街口执行取缔酒驾勤务，南查一名驾驶疑似酒驾，该驾驶仅身喝一瓶啤酒，经检测酒精浓度高达 1.08。我昨天晚上有喝比较晚。昨天晚上有喝比较晚，但你最后结束时间是在半小时前吗？哎，对。来个新的车。全案依规定自单告发，并依公共危险罪移送。本分局防治酒驾24小时不间断，呼吁驾驶人且乎心存侥幸，酒驾上路，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。